我不会强忍我是个庶出的，做一句又一句的拿言语来糟践我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我是个多余的，我不活了还行不行？哎，吴姐，让我一口找死算了！哎，三姐，你们松手呀！今日五姑娘可是真威风，原本姊妹拌嘴是常有的事。 你气哭了姐姐，还火上浇油，口无遮拦的专戳人的心窝肺管子。要知祸从口出，你的脾气必须要改一改，否则将来会惹大祸的。祖母，孙女今日才明白，您辛苦摸摸来，学什么检查品香都是次要，要紧的是让孙女学会日后立世处身的要领。 跟着这样的嬷嬷，孙女就是每日挨打都心甘情愿。什么事非要半夜三更，无人见面的时候才走？哎，你男人不是认识些路子吗？是的，跟着他回扬州把事情料理了。别过了百八十年了，反倒蹦倒在这个农妇的身上了。啊啊！放心吧，小娘。 嫂，奴才也太过客气了，半截子都入土的人了，用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日后若是有人问起我家女儿们的相貌品行，还望嬷嬷多多美言几句。